现在我们在边境，我不知道什么地图这么大，他们要把炸弹都放在一些几乎不可能守的地方，比如说出纳那个点，或者是我们现在守的伺服器室。伺服器室这颗炸弹还算正常，但是外面这颗炸弹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应该算是冷气房吧，点有两个可以轻易进入点内的方法，一个就直接从窗户走进来，另外一个就大门一走进来就上点了。 我感觉这个点也是要从上往下守才容易守。我们尝试在这边看可不可以埋伏掉一个敌人好了。可以用的 Frost 换掉了对面黑胡子的性命，但看来外面还有一个人。那这个点正常的手法，其实应该把两点中间的木墙给炸开，或至少用散弹枪开洞。但我们的队友很厉害的，把这墙壁封起来，所以我现在也不能撤退。 我们现在这位置非常烂，正门随便一个人进来就可以枪把我打死了，而且我满确定伺服器室门口没有人在看正门。现在下午还有一个闪光弹，我在想可不可以故意让我自己被闪到，就引他进来自己踩陷阱。但我到这边后想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要是跨窗的时候直接把我打死的话，就他踩到陷阱似乎也没有用。哎，这个陷阱放离窗太远，他甚至一进来瞬间不会踩到。他要进来的话，应该就是现在，因为他剩最后一个闪光弹了。 然后很神奇的，竟然成功了！他还跨过窗户的时候没把我打死，然后自己前进一步踩到陷阱。下次守的话，其实应该就直接丢个摄影机，然后他们进来装的时候就直接穿墙打死他们就好了。哎，我本来想封窗户，但看来还是有人在这附近。 然后所有的队友突然就死光了，但这代表敌人至少不在这附近，我们可以移动。头上，头上，黑左头上，对。哎，至少没有摄影机在那房间里面，所以也不算完全没视野。为什么跑进来前面有声音呢？没有任何破门声音。看看轨迹没有，有一个 Ash 在楼上。这时候我问我的队友，这个天花板可不可以用 C4 炸破？可以。 可以，那简单啊，直接把连天花板给炸飞啊！有，抽血。嘿，那个门还是封着的，这样敌人进来，我们应该会有很好的情报。B点，这要进B点。太，从二楼跳下来，那从二楼跳下来。 我们还是被发现，这里面有某个角落有敌人的车。佳佳，在 B 点，他爬进来了，B 点冲了进来了。然后这时候我叫队友标给我看，我要直接穿死他们，结果没有办法标到。下班了。 等下，不要，那个位置刚好标不到。炸飞了，炸飞了。OK， 在喷血。